你的探棒大概画上去也是这个样子，也是这种感觉哈。稍微给它这个是叫什么？各位，春，对不对？稍微春一下，春插都给它过去，然后呢，有一点虎皮在上面啊，横过来。可以吗？这样都清楚了哈。如果你比较仔细一点，我不希望你把那个线呢变成一条一条这样子，一条一条这样的话很难看啊，所以呢把它活一点啊。OK， 再围。OK， 那同样的。淡墨哈，还是淡墨啊。如果太深的话，把它擦掉。习惯这样哈，老是讲话要吼的，这是不可以。没有关系，我今天声音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今天有那个，呀 ，OK。那为什么下面留这样子？我留这样子就是要做云底哈，云底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这个近景大概我勾出来了啊，勾出来以后呢，那我现在这个中景我要把它弄出来哈，那中景呢，好，我们把它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墨呢边的景也弄出来，我不一定一定要照那样子了哈，我们随我们自己看怎么样子画到哪里算哪里的，那个就难了。那个照着画还差不多。不，那就没意思了嘛。你就是要把它，好，山不可能山，我今天还要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山，有些时候它是有云，但是不可能把它搞断啊，所以它有些时候它的山脚还是出来。我们要绣出一点三角来，